没必要，我又不是你仇人，是不是？你硬得搞，没必要的啊。就比如说文森特说他要挑战人头，我可以送给他一个藤宝图，我不会让他死，我一定会让他是一个他能拿一定能下时间稍微久一点的，对吧？这朋友先玩一玩就可以了，就跟大哥一样，我说你再加500个我给你送藤宝图，我们说送难道会不送吗？我们一定会送，难道他会不打完吗？他只要接了一定会打完，对不对？好玩啊，是不是？就跟顾书宇上次说挑战我跟霸子挑战藏宝图一样，对不对？就是大家一定是一个能接受的范围啊，不会死的，这么死那哪行呢？闪停闪停闪，你别顶了别顶了别顶了啊，你这还顶啊？你早点闪停不行吗大哥？啊，不要不要哥哥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跟你们说话去，看到了他在这附近，为什么还要这样啊？我都没闪来，我这闪交的是真的蠢，我操！一切尽在卡牌中。到时可别后悔哦。我们大爷的名叫什么？明年省赛必夺冠。省赛？那大哥的 TGA 都没打上去啊！省赛啥年代了呀？省赛都打不赢。省赛可以去请我当枪手啊！我可以当省赛的枪手，我去打中单，力挽狂澜。是吧？我被单杀了呀，兄弟们，我得好好打啊，找回点损失。哎，不要啊，大哥，大哥，自己人啊！你们是真无聊，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？主攻都没有，线还炸了，哎，这死也呆了，兄弟。完了呀，兄弟们。是吧？四十个，这把不要减四十个就好了。我嘎了！哎，我刚才想去上厕所，我都忘记了。一定是我们去上厕所。一定是我刚才没去上厕所，从而导致的。刚才给他囤了一大波线，主要是他六级了，他领先我一等级，那线我清不掉，烦死了。
啊，我宁波中路，宁波被卡斯克杀了，有点蠢。宁波是自己送的啊，宁波直接回家就行了，自己送的。哎，杀他吧！贴人头，啊，这个伤害，哎呦我操！哎呦，难 bug 了这波，还行，结果是最好了。这波我如果想 K 对面的辅助头，我打野应该，我打野死了一个。哎，可惜这潘森的人头我没拿到啊，好可惜，哇，好难受。伤害太低了啊！一个加护甲加法强都没有，除了我出门撞。有也好了，有蓝 buff 的，有说话吗？没有。这个眼啊，还要尽量往上插一点，兄弟们啊，尽量往上插一点。往上插的话，视野可以多一点。如果你插这个边边的话，你就有就这里是黑的，不要也有吧。我有护臂了，你们不怕？奶妈给我奶了一下，可惜。但奶妈不给我奶又不行啊。能让同学让一让吗，哥哥？让我点头啊，感觉有点困了，感觉有点，我操！突然感觉有点困了，我操！我来！哎呦我操！不要玩了，想睡觉，不想打。这一包现在大了，你这不坑逼吗？你这不坑逼吗？你在干什么？还没杀到，还杀到了，还行。不是卡斯克，你能不能换个人抓呀，兄弟？大哥换个人抓吧，兄弟，俺是耿天的，别干了，别抓我了。哎，感觉这人脑子都有问题，我说实话，卡这个也是个神经病，脑溢血感觉。
哎，沉默好沉默，哇，漂亮，贝贝。喷子英雄，他的 E 辅助放不出来啊，是好伤啊，他的 E 很讨厌。我先撤了，我先撤了，我先撤了。什么？完了，被下杠了。如果用 bug 的话说啊，我这战绩，他会说这把他很有机会 MVP 啊。虽然说也不知道他的机会是从哪里来的，反正 bug 只要反正游戏还在进行中，他就有机会。哎，哎，画画。三杀来了，兄弟们啊！嗯，单杀1-1，记录一下1-1。哎，这落地有点蠢，这不如果我能落地晕到这个卢锡安的话，我能双杀的，这不，这不落地有点蠢。我这波要是能遇到卢锡安，我能双杀的，把卢锡安杀了之后再把这个也给杀了。他我是装备扎实，你知道吧？我有个护臂，所以他打我还不是很痛。我卡莎这个英雄伤害是真的高哎，都离高的离谱的那种，我说实话。这卡，我要是有卡拉的伤害就好了。贵哥，我觉得你比霸子帅多了，而且实力比他也强很多，霸不如贵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这种话的话，在我直播间说一说就行了，不要去他的直播间说啊。霸子也是有优点的啊。帮我打吗，兄弟？哎，我吃不了。哎呦，喂，嗯嗯。这也能弄啊！我就。B波有大招，满状态出来了。我操，这卡莎的伤害，我是跟他一样的话，我操！哎，卡莎这东西挺猛的，我也想去玩一下。我就卡拉的英雄会练一下，卡拉英雄挺简单的啊，而且我也会玩，我就玩的没那么好。卡拉的英雄感觉发育起来了之后啊，拿头贼好拿啊，贼猛的那种，伤害巨高，但你爆发力又高啊，大招也能飞，
而且看起来啊，操作很犀利，就是这种英雄看起来是那种操作很强的那种感觉啊，其实也就那样，对吧？就 A 一下，大家拉一下，有啥操作哎？但像这种，像这种什么啊？像这种就是输出犯病了是不是啊？又犯病了是不是啊？你是不是脑子是有问题还是怎么样啊？啊？你再送吧，兄弟，严惩！卡斯克没送，严惩！打完举报。卡斯克看到我就跟狗看到，哎，不能这么说，嗯，不能这么说，这么说是不对的。哎，给我杀一个！这样就好吃不甜。哎，我是，哎。打完英雄啊，主要是什么？你 Q 跟 W 是必须得一套打出去，对不对？打出去之后你就得看着，你看着你有拿啊，的确人都不好拿。买个表，先买个表，噔，再喝了，蛮浪费啊。但是卡白的英雄啊，在顺的时候啊就很舒服，顺的时候啊就蹭蹭蹭的拿啊。我打不过他呀，大哥，你给我点心吧，因为我是你啊，飞过去直接杀了。又来了，哎，就出兵。拿的都是真好的，杀不到我。以前是可以买中亚和表的啊，现在的话没有双表了啊。又点了。